这个地方那个水才大哟，真是，当条河了，你看，车子都要安完了。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下了一整天暴雨之后的路面的情况。现在是下午5点钟。2020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啊，多灾多难的一年。之前就陆续看到重庆、江西那些地方涨水呀、发洪水啊，四川就是挺安全的，没想到今天四川这边也涨水了。 这里只是一个小县城里面的，还是很平坦的道路，都淹成这样，也不知道都江堰啊那些河里面的水涨成什么样子了。这里是一条小河，这个沟里面的水都满了，平时这个水直到底部的，现在已经淹到了马路，差不多马路高了，然后已经有一些满到马路边上去了。你看，这平门也是一条小河，平时都没有水，但是现在呢和田一样高了。反正这个天就是。 又希望它下雨，又希望它不下雨。之前没有下雨的时候，天气太热了，就是坐在家里都能浑身冒汗的那种。然后今天好不容易下了雨，天气是变凉快了。哎，好多都农田也被淹了吧？哎呀，我操！果然希望就完了，看来这希望就完了。是希望能失呗。看那个。我们的希望都老火。嗯。哦，快儿路完全部安完，车车全部安完。哎，删了，快删了，快，我把世界挡到了。麻烦，我去，可乐，可乐。啊，不是人家在哦。这个车都已经上了坎了，重新。就是嘛。 你看凤凰高架这个水，你们看，好吓人！你看没有，车子屁股都淹到了，看没有？车子屁股都淹完了的。我他妈这个高架都不敢走了，你看嘛。看没有，凤凰高架上还是高架桥上啊，兄弟伙计。 Thank you.
电干没有？八百到。不是，拉。拉电干。好了。回去。先把那个绳子绑好到。来来，把台拉住，拉住。我们从哪走？原路。啊，原路返回。从哪？那边吗？不会吗？你是到那边去吗？我到那边。你那边是吗？我那边过不去，那边站台。那边过不去，那边我过不去。这雨水多大？还在涨，马上洪水要上地了。啊，还在涨，上面还在涨，到这了。